我们来到尖竹汶河畔古城区，这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电线杆。我爱咖啡，这里都是很有 feel 的，到处走走玩了。然后有也有今天我们吃的这个，还有这南瓜甜点，就是很漂亮的甜点。20块，对，哇，就很有 feel 的店。哇，这是那个咖啡的前面，好哈，这是前面，老板正在帮我画我的卡通头像耶。他是以前在泰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漫画家，然后他现在就在这里开了一家店，这是他的店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看画的怎么样啦，就快画好了，就快画好了，他现在给我加名字。哇，帮我抽象哦。哇，你帮我对焦。哦，对焦了。说对。哇，我拿什么？哇，这个是限量版的。我好喜欢。这个很像我现在，就是我有弟弟，但我弟弟不是这颜色的呀，零点吧，我觉得。然后现在戴这个帽子。这些都是老板画的，我觉得这个风格我好喜欢，我要买这个冰箱贴回去，因为我觉得旁边的猫好像我的弟弟。决定买这三样，都有小猫咪。它这里的饮品啊，就是咖啡什么的也不贵，也就45铢到60铢，也就是12块钱到15块钱左右。看我们几个的卡通头像。这个名字叫做邦维拉，邦维拉就是什么菜，
非常可爱，非常有 feel 的一家店。然后走在这小街道里面都超级有 feel， 就每一家店都特别的小清新。去站那边，然后哇，来这里拍照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哇，别累了家。那些小吃店，真的，一整条街都好好逛耶。这一条街一路走下来呢，就每一个店，每一个小街道都适合拍照。800米可以走3个小时。这家老房子，然后他把它装修成博物馆的样子，哇！这其实它是一家店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条街的每一家店都非常的有特色，很适合慢慢的在这里游玩。经过一路的走走玩玩，我们终于到这个教堂啦，走了很久的时间，终于到这个教堂啦。现在我们走到了那个建筑的这个教堂。夕阳下，去教堂的路上，你走太快啦，跟不上啦。夕阳西下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教堂。就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个教堂，哇，真的是好美，很适合拍照。给他们看看这个，我们对面的给他们看看这个，太 ins 一样的帅哥，ins feel feel， 人家超会摆的，对，很会摆。人家这个乱入的，我后面。我没有照任何一张照片，因为我被旁边的两位小哥打败了，人家太会比了。小哥在哪？哦，对，后面我们的右上角的那个小哥，哇、哦！所以我在这里暗中观察，在他们的面前，我们的任何 pose 都觉得少了点灵魂。有强行植入的小伙伴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他把中国广场舞带到了泰国。这是一棵300年的树，哦，粉色的家，这个经过了5次修缮，然后就变成刚刚的那样。方便有时间，哇，229，真的这一条街好适合拍照啊！它连信箱都这么的可爱，哇，好可爱，都很有 feel 的图，耶，小伙伴。这里随便随意躺着的喵，就是很自由自在的在这里睡，真的是没有人伤害它，所以它才能够这么自由自在的在睡觉，还向陌生人撒娇。又来吃晚饭了。对，又来吃晚饭了。旁边的小姐姐帮我说，来，来这一张。现在到我们的阿寒烟了，是吗？啊，对，阿寒烟，这是晚饭。应该是甜，酸酸辣辣，结果是甜的。吃饱了，然后那个饱饭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这家蛮有意思的，我太喜欢吃中式的那些菜，又很好玩啊，有浓稠的螺蛳汤，还有那个黑汤，配上那个叫讨厌的螃蟹汤，不喜欢吃的哦。我喜欢吃那个，那个令人讨厌的螃蟹汤，令人讨厌的螃蟹汤，对。然后喜欢吃黑汤在这里。这榴莲好小啊，我的手这么大，我的手比它还要大。这边的小夜市，哇，是不是很美啊？这个也是蛮可爱的。
就是什么快速走一圈走了。两个小时后，哥，我们是902，你开门吗？这个叫什么庄严的仪式就交给你了，然后就是，对，好吧，就是灯光一般般。哎呦，但是，哇，这里三张床哎，哎呦，吓死我了。这里是阳台，还有我的名字耶。欢迎你，榴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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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没有打过那个玻尿酸的。和这位兄弟，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火爆夜市的水果王子，看好你哦。